小伙伴，欢迎收看悦耳音乐酱，我是小薇薇。好久没给大家推荐新歌了，最近网上又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走红网络，有的轻轻松松创造上亿的播放，有的古风古韵韵味十足。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都是哪些歌吧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是一滴的声音。你快听，是我在，是我在，是我在和你最爱听的旋律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窗外又在下雨。最近傲气也演唱的《想听你的声音》啊，走红网络。这是一首有故事的人听了会流泪的歌曲，滴答滴的雨滴的声音，仿佛是泪滴的声音。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，再等也不会回来。这么一首极具伤感的歌曲，居然也被网友玩坏了，歌曲改成 DJ 版，还被小姐姐拿来当做变装短视频 BGM。 亲爱的变装秀这个话题就创造了 5.8 亿次的播放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是你的声音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是你的声音。你快听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是你的声音。最近这首《他只是经过》登顶了热歌榜的榜首，充满律动感的旋律非常的抓耳，主副歌鲜明的对比，温柔和野性的嗓音毫无冲突的融合进细腻的情感。你的世界并没有停留，只偶尔听说，谁说因为太好听，也引来了很多网红的翻唱。你最喜欢哪个翻唱版本呢？他曾说的话并没有兑现，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所有都被一笔带过。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另个整夜？桥边姑娘之后，海伦又一首歌曲《游山恋》也爆红网络，古风古韵的曲风搭配上沙哑的嗓音，别有一番风味，戏腔的加入堪称歌曲中的精华，不自觉的让人沉沦其中。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，让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